星期三就是中秋节了，韩主委今天出外景，带你一起来看巨无霸又怎样？你看就是这么香甜，这么清新，你一口我一口。你是保证的，你看。中秋佳节大家团圆，吃好吃满，吃个团圆又圆满。它有个好好听的名字叫做西施柚，它的果肉是淡粉红色的，就像西施一样美。想到这边你一定想知道柚子有什么好处，要这样大力推荐。它有丰富的维他命 C， 还有丰富的纤维质，可以促进大肠蠕动，对肠胃很有帮助。但如有服用心血管相关药物的朋友，要吃柚子前先询问医生比较保险窝。其实又好吃到不要不要的，想吃就要赶快行动，不然要等明年了。各位亲爱的高雄市父老兄弟姐妹们，金风送爽，桂子飘香，值此中秋佳节时刻，高雄市党部主任委员韩国瑜在这里向所有父老兄弟姐妹们致上最高的贺意，庆祝中秋佳节，大家月圆人圆，阖家平安美好。